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田园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带来的是第22届中日阿含铜山杯冠军对抗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谷子豪九段和日本的许家元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谭笑九段。谭老师，你好。啊，邱老师好。啊，大家好，我是谭笑，很高兴在这儿与您见面。今天这个对抗赛，我想大家会比较关注因为这个许家元啊，前不久在农心杯上也是发挥很出色的，战胜了我们的李维清。对。我记得那棋他下的挺好，挺出色的。看来今天呢，也是一盘势均力敌的对抗吧，应该是的。说。那么今天这盘棋呢，是在线上进行的啊。我们的由谷子豪执黑给拆线之后，这棋呢是贴3又4/3子。可以看现在是现场画面。对，因为前天的这个我们刚刚决出的冠军就是在成都进行的，今天也是在成都下的谷子豪。对，这是现在都是在线上进行。是的，是的。谷子豪好像最近戴上了眼镜了。他以前不戴眼镜的吗？对，之前我记得他是不戴的，但现在最近戴上眼镜。我来看看啊，这还不是，不止只有镜框，有镜片的啊。不是戴个这对，框框是吧？对。因为我那天跟谷子豪下棋，突然发现他戴上眼镜，我说："哎，原来你不戴眼镜。他有解释一下吗？说最近是散光了，还是说眼睛有点”不他可太能好说使好，了？最近有一点看不清，好像是。哦，是这样。我看到这儿显示，好像许家元也是戴眼镜的，是吧？是的。许家元在这个日本的阿含铜山杯当中，在这个冠军争夺战当中呢，是战胜了井山裕太，夺那得了冠军非常强是没错。井山就前几天，前不久，刚刚在农心杯上发对，挥得非常出色，4连胜啊。行呢，这是日本说第一次4连胜在东西是北。对，好，我们很先不进容入易。棋局。好，这盘棋是谷子豪的黑棋拆先。3-3，其实我感觉快棋这个跟黑白关系不太大。快棋。今天的用时规则呢，还是有所改变，就是每方1个小时，然后是1次30秒读秒，不能过，过对，了就超时了。为什么是快棋？感觉是也是因为它这个读秒到读秒的时候是30秒因为30秒读秒非常快中间比较容易出错所以说被称之为快棋。是这样子。那如果是1分钟呢，是不是对，一好一分点钟就呢？相对好一点要在农五次心一杯，分钟的话就会缓冲很多。是的，是的，好，黑棋星象木。手脚，当官守角，白棋守了个大飞角在这儿。对，我发现最近好像布局又会看到了一些3-3之前好久都没看见了。我记得之前谷子豪他自己也会尝试去走一些3-3他可能看对手走3-3他就没法再走了。那今天就不走3-3了是对，吧？对，手脚双方下堂堂正正的，白棋。靠上去，是的。这步靠也是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比较积极的一种下法，至少在它出现之前肯定是没有往这下的，这小时候学棋好像你要往这下应该是不太会下棋，是的，靠，靠一个，然后黑棋接下来的下法好像，我记得一般都是下班或者上班这两种，是吧？对，好像下班要比上班要更流行一些。那么黑棋下假如班，说下班怎样呢？白棋搬断打是吧？对，白的长。打吃，黑的现在有打吃和压的两种下法。压这个。对，黑的现在需要做一个抉择。那么打吃呢，就是白棋也会有两种下法，一种是立，一种是恰打反打。那打我踢掉，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打劫。这现在出其无捷是吗？对，虽然说出其无捷，但是我们可以看白棋在左上角有一个小目大飞手角，那这样的话给黑棋一个天然的去制造劫材的机会。那就是说，黑棋这边先不动手，先在这对，儿黑棋靠一先下适靠一应手，是吧？现在可以看白棋有了这步大飞手角，感觉反而亏了，没有这步大飞手角，黑棋反而不好动。有了是之这个意后思。呢，
白棋如果跟着搬，黑棋一断，现在断一个，对，白棋就比较头疼了。如果说现在再跟着硬的话，那这那个就黑直接棋，打上对，黑去了，棋是打吧？吃，踢然掉。后那边，找个劫材，白棋应该不太行。我打哪个？打这个打这个吗？吧，对，打这个。这样以后劫材比较多，可以看白棋现在，这回是真的出其不捷了，对，那倒是。你靠这个，我甚至还可以挡住接着了，硬，你提我还有继续冲下去的劫材。冲下去，对，其实这个角上虽然黑棋损一点，但是只要把这个劫打赢了，黑棋怎样都无所谓。是这样的，对，这个劫对白棋来说对双方来说应该都很重，不只是白棋 对，因为黑棋打输了，可以看白棋粘上这也很厉黑害，棋这三个兄弟好像非常受伤，而下步棋再被白棋下去这角上还需要做活。但反而言之，这如果白棋打不赢，被黑棋这一手消掉的话，可以看白棋在这个局部损失非常的惨重。确实，对，这个不，白棋死，这等于被黑棋提了三个。对，是的，这两个基本也废了，对，没什么用了。对，这基本上这局部损了妥妥的一手棋以上而且这个也很损呐，我觉得他。对，是的所以说一旦黑棋开上来，可能对双方来讲都不太能输的解那么在当前这个局面下，如果黑棋打了打，白棋应该会立。先会立下去。对，因为刚才说过，白棋有了这个小目大非手脚，所以白棋不会去打劫。那么黑棋粘住，白棋在这里再选择吃，一个比较尝一个，简明的，就这样转换对，是吗？吃掉，黑的拐吃白的提，提掉，然后把这个打了。对，但是现在我感觉黑棋配置不是特别好，因为由于这边缺少拆边比如说我白棋就拆一个，可以看黑棋的后势没有太大的作用，这个图黑棋不太满意是对，吗？如果是黑棋在这一带有子，那黑棋就可以这么下了，是的。对，所以感觉黑棋直接打这个的话，也是需要周围的一个配置，那么通常黑棋会选择贴起来，贴一个，那他就打吃。黑棋立，立他就尝一个长，是吧？黑棋拐拐打，吃白棋尝一下，对，黑接棋上，粘上，挡一白下。棋挡，黑棋长。我预测白棋应该是会选拐择在外拐面吃是吧？飞一个还是就拆出去？对，拆出。这样黑棋如果继续虎呢，白棋就继续再拆一个。这是好像白棋相对来讲比较满意的图，因为白棋是拆完，可以看这边已经安定了。那么上面四个子好像白棋特别的轻白棋可以考虑在这一带拆一个边。我记得决议这棋还有下这儿的，黑棋一冲，白棋就跟着一跳。好轻灵啊，就对，这觉个就弃了你再一走。我再怎么一拆边得。这反正我四个字就弃了。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四个字呢，你不要非要生拉硬拽把它跑出来对，了。这跑出来并不是什么好的，好的下法。这弃掉我觉得挺简明的，对，白弃棋掉挺以后，大白局棋的再下什么法。飞一飞，反正是你的，就吃了十来目。你要肯接着吃呢，那你就落后手了。对，白棋可以在外面继续行棋。这个图，应该双方都是比较，都是知根知底的那他们肯定很清楚。对，黑棋可能下到这，黑棋也不会虎，黑棋会把白棋逼住，反正差不太多，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定性是的。如果黑棋虎，白棋叉，一般白棋是比较满意的。那么就是说，现在黑棋下扳了之后被白棋连扳，刚才我们摆的这个段打完了，打吃和贴都有不满意的地方，对，有黑不满棋，意的地方所以他没有选择下扳，黑棋实战上扳，上扳是的，这是美方一个小时棋，我感觉他们俩还是想在布局中下的比较快，把时间多留给后面。一旦进入30秒一步，对，这棋就很刺激了，对，我有觉的时候那个往往就自己就控制不住，得，是的，30秒一步，尤其这读秒催促下，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失误。
对对对，哦，但是前天这个谷子豪就发挥了他强大的这个吃棋的实力，我们都很吃对，惊，他一举就把黄云松吃掉是的。那黑棋实在选择了。上班啊，上班这也是一个一种选择。上班下班反正差不多，黑的你说我就算立一个，其实也差不多。那不就等于这个无忧角，然后对，被人家无忧尖冲角切了一白下棋尖冲一下啊，其实虽然现在很少见到无忧角了，但并不能说它不好啊，其实它也差不太多啊，只是好像很少这么多啊，很少这么下了，大家。其实我觉得我如果我下的话，这根本就不影响胜负，对，一粒，跟反正胜很负快也的没一什么粒，关系。对，啊，完全不影响。上班，白棋是下班的，对，黑棋打，打白吃棋长，长。那这个地方可能，棋友们会发现，黑棋有的时候是打这个，有的时候黑棋会选择爬一个，但是这个爬是需要前提的，因为之前有的。同学就问这棋为什么不能爬呀？这一爬，因为看之前都是白的一搬，黑的在吃，是不是便宜了呢？但是这个爬是需要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才能下的。那么可以看现在这个局部被白棋白一立，利，当黑棋争不掉外面这两个子的时候，黑棋是不行的。现在就是争不掉，对，现在是争不掉。对，没可以错，看，这个小目是争不掉的。小目的话，我们看争子可以看。在这里这样摆得清楚一对，点是吧？这个是争不掉的那如果这个子是在这个小目，就可以争掉了。哦，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说这个爬有个单立是吧？对，如果你黑棋只是长出来，这被白棋打出来那好像这个差多了，是这跟不太直行接争掉就是的。对，差的实在是有点这多。差了一手棋，稳稳的一手棋，是。对，所以说。爬是不能轻易爬的需要争子有利，这个我们大家要注意。那么黑棋争子不利的情况下，只能打这个这也不能离打离打被白棋一立，这反而吃得不舒服。对，就好像怎么吃，就算你煎着吃，被人家上面一打，然后再一小飞之对，类是的的，哈，这个很不这愉只快，能下二的。路打吃打吃了粘。黑棋站在外面，对，这也是局部的一个定式，挡掉。挡掉，黑棋打吃然后拆白棋三。拆边那这个棋其实我之前还有见过拐下，直接拐，先拐掉是吧？那拐的时候黑棋，要长吗？对，拐的时候问题就在这里黑棋未必要长，对，黑棋好像是在离得它非常近。这还离这么近，对，我离想的，着离远对点你，是，我本来觉得他这离远点就是不远是点是不是？他说你这个白棋你不是个后士是这意思，你再打，我可能甚至还在这一带，飞一个或者跳过来我飞一个，你这块还是个孤棋呢我一会儿慢慢还要进攻你，这有点大跌眼镜我把你这一排子这个是当做一块孤棋你没什么眼，这底下是半只眼，那么你不能算后士。主要是黑棋特别厚，对，所以相对而言呢，白棋就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厚。你不要以为你输了一盘，输了一盘对，没有眼。所以说这时候拐是拐不到的。如果这时候拐黑的长，然后白的贴，黑的再再长，长，那白的就可以拆远一点是啊。这白的至少拆在这一带甚至可以再远一路，对，那就不一样了。对，所以说白的这时候拐是拐不到的。所以白棋是它是直接拆的，拆对，了个三，还是挺工整的下的。对，他怕黑棋攻击他这也是人工智能给出的都是一选，他们现在下的都是一选。对，然后黑棋呢是在这一带。下到现在为止都是还很普通，对，这个谷子豪的獠牙还没有露出来，应该说，其实我感觉现在布局就是我们如果不看名字只看布局的话，完全不知道是谁下是是，反正都是下的都这一样，是现在像这个，我觉得业余高手像这样也是很正常的嘛，对，这都是一样的是的，然后白棋大飞黑的拆回。这下白棋应该是要拐了，
这不再不走，被黑的贴过来就很大没错，刚了。才如果说先贴的话，白棋是不是有可能脱先了？对，白的肯定会脱先。那比如说走这一单，那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往这一边对，拆过拆去？边啊，随便拆一个吧。对，反正这我觉得 A B C D 拆哪都可选。拆这个它有可能会打入，我们可以考虑的再往回缩一步，因为黑棋再去拆边意思也不大，这样黑色容易落空。因为白的先手在这边交换，等于先手把黑棋的这边给破掉了。黑棋虽然很厚，但是没什么用暂时没什么用。所以说呢，黑棋先挂这个，这也抢个大肠，这也是对，很正常的。然后再贴拐长，长再压一压下长。那这个下面就算是黑控了吗？对，看着好像黑棋效率也很高 我看这下是决一给出了差评，白的这个对不这压，下我压。觉得好像这里面是至少这种地方可以先吊它一下啊，以后对，是不是考虑？他可能是觉得这压让黑的底下变得更加坚实对，有点卖哈，我觉了但他得。压他是让黑的跳，说实话，我们对这种地方很难判断。因为黑的跳完，黑的有可能是要小尖，小尖，但这样的话，这个空我觉得彻底的踏实了。对，但是这样白的外面这多长一下，我们也很难判断得清楚。对，那倒是。对，因为其实判断得清不清楚，关键是这个地方是不是黑的空，这个很关键。你要说白的现在敢打入，我都打到这儿了，是这不够是？狠的。这个打入你能不能吃掉我啊？这真个不就知道。是一个话题。如果白的打入成立，那黑的一定应该跳但是至少我们觉得白的有点危险 我觉得看得有点悬。对，但他说白的走到这儿，漏，或者在这是在这一带二路漏一个说你这黑的这块现在不是空所以他给出的胜率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对局中，这个棋可能会想一想，但是不敢下。是不是有点担心会有点危险？比对，如因说人为家靠一个之类的，对这里面能活吗？这靠，我觉得就是邱老师这个非常直观的一手棋，先把你白的这边二路回家的路给对灭了，对，这是比较普通的而下且法。还能有可能争他先手那如果能争到先手，我这儿再对，争加他一个先的手，话，白肯定死了。是啊。所以说这种棋我们就是可能会想得到，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好坏就是很多棋其实我们是能预想到的，我们脑海中闪过一些这样的念头，但是呢我们不敢下。对，后续的计算实在是这看不清，对，他可能走这步之看不后，清楚，主要是，打个比方，白棋我搬，黑棋退退，那我白棋飞一个，我有可能会做活，但是这个地方被黑棋角搬进去，对，白棋也很伤。之后黑棋再来二路去进攻，我们就搞不清以后会下成什么样了。而且我深表怀疑，这样如果被攻一下的话，他便不便也宜？对是。对，对，这是最关键的，便宜嘛。所以说我们看，人工智能给出我们的数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判断不清，真没的是错，判断不清。是的，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说一般这样控就觉得它应该有棋，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去走也是很关键的。那像黑棋如果再加一刀再拐一个的话，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部是黑的控那我肯们定就是这放样。弃了对，如果再进去的话，那就不对，客气了。所以说顾子豪这步长，我觉得，至少对人类棋手来说不是坏棋虽然说胜率降点了。拆白个的二，拆，这白棋比较迷茫，先看能下大的地方。下得好平稳的感觉，先铺一下地板是吧？我不知道你跟许家园下过没有，就对他的棋有没有很直观的了解我跟他好像没有下过但是我看他好像还是挺厉害的，因为他在农心杯中也赢过一些棋手，包括对世对界比对，赛是的，是的，然后黑棋走的这个，对，就是像，对许家园这种，他可能是你觉得他没景山厉害，但是呢，你当你下的时候，可能水平也差不了太多。
哦，你总觉得他应该是没景山厉害啊。那只如要果景山的成绩太出色了，对，啊，如果确对上实，景山的话，比如说像柯洁一类的，他可能也会打起十分的精神没错没但错，是对上许家园的话，总觉得他要稍微差一点啊，总感觉他要稍微总差一有点。这种感觉，但其实他在日本的成绩也很出色，他97年出生的，而且夺得过小旗胜和十段战的冠军。然后这个阿寒童山刚刚说了，就是他赢的是景山裕太夺得的冠军，所以他这个含金量还是挺高的，是的，这是绝对不能小看他，我觉得。对，我们的棋谱突然就看不见了。白的30是夹击哦，他是夹击的是吧？对，黑的这步拆，其实拆的位置也很有意思对呀，他怎么是拆在这儿的一呢？般感觉，要么你就感再，觉回一路对或呀。者回两路要么你但就是再进一回个。两路的话会给白的就留下叉是的。这样黑的又。该去想我下手棋走哪儿啊？所以说一般可能拆这个地方更正常一点。是的。谷子豪实战更近的拆了一路。反夹。对，那对白棋来讲，确实你拆到这儿，反正我这角肯定不可能补气，对对那不就剩下夹击怎么夹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谷子豪预想好的手段对，这靠肯定啊？是，否则的话黑棋不可能是拆在这对，里是一的，个位置啊。他拆的位置就是想说下步棋我要靠，就靠断它对，是吧？然后靠断，这个十字扭断是黑棋预留的手法。是的，这个局部就是这么下的是说实话我也没太见过这个局部，吧？靠断完，首先白棋，他比是，如说比如说长尝这一个，尝长这个，啊。长这个，那就压住他，是这样吗？尝这个黑棋，还我是也在想，其实我，就这个，黑棋如这果样打了冲白行不棋行？会断打了拐回，这个变化好像黑棋不是很有力啊，看起对，所以我也在想黑来。棋是怎么办，那就单压压回来，要不然就这样。单压一个。白棋如果长，黑棋就那你就下去了，打下去打了，下肯去定。了。那就不客气了吧？对，如果你长一个的话，我就不客气了。这样白的拐翅，虎一黑的个，虎一个，形成一场转换。没错。从这边我就往这边走呗。是的，大致白是这个意的思。如果长不满往意这的边走，话，白棋大概就是立，立，那我就虎那黑棋了。虎一下，反正黑棋是一个。这个靠断是一个整形，这样子力多了之后，黑棋比如说从这边飞出或者拆二，都可以考虑。是的。那么白棋在这里还有打四路，打这个，对，就直那接他就就长，说算了，接打个上。粘。那就这边就让你冲下去了，对，是吧？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想得到的。那黑棋其实黑棋下一手对黑棋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挺难的，我觉得。比如说黑棋你特别想走这儿，这不行吧？太远了吧？但我觉是有点薄，但黑棋还是想走在这儿，还想走这儿。因为如果进一路肯定是可以的，那白棋可能就会就压一下。压一压，这样感觉不是特别满意，总感觉想远一点。想下在这儿，但是后面下成什么样，就有点搞不清了。这形成了一个转换黑棋主要是这一下亏了，对，这一是的，下是比较是损的，的，没错。局部黑棋是不错。问题是没有这一下，他下不成这样是的，子。实战白棋是胡打，胡对，打这个，五打，五然后打了爬了一个，爬他觉得这那就个等于长，他压的时候他胡虎这个，他觉得是一样的是的，觉得打了爬是最紧凑的一种下法，然后黑棋拐，拐，白棋长，打下去，白棋再打回，这样黑棋等于还是利用弃子去整形，黑棋施展二路搬。
搬这个、对，这搬很有意思啊。对啊，这个不太容易想到。是的，就是现在黑棋呢，可以看比较眼见的是这个冲断，黑棋需要补断，但是怎么补断呢？你说我这个粘也可以补断啊。对，粘一个补断是看着最憨的补断的一种方式啊，这个非常厚实。那么我跳出，比如说补断，或者是这小尖都是比较容易想到的。那他选择在二路搬，他这搬的好就好在啊，他跟粘的意思差不多。但是他以后把粘这下保留。他说我这个粘有可能是损木的，粘和白的二路挡交换。但其实白棋要挡一个呢，他说我这个搬一下呀就便宜了。便宜的很微妙。比如说我黑棋在跳出来的时候你这个二路跳就跳不到。你就搬不过了现在我走着了一下。没有这下的话白的跳是绝先。是的。那么有了这下你这种跳啊都跳不到了。所以说他这个搬就是补棋是补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对，其实搬一个还挺有味道的一手棋。对，因为我觉得白棋为什么选择这图，他觉得黑棋现在不太舒服。对。你要粘一个，你是不是看着太丑了？这个棋好像单粘不太容易下。对，你走呢，你如果小尖出头，那可以看这个地方是软头。对，挺不舒服，我觉得。被虎这个黑棋三个子成为软头了。跟着搬不动。那你跳呢，其实被白棋一虎也很难受。没错，这个棋形好像也不好看着。对，所以说他就觉得黑棋补断很难受。这顾子豪这个搬这个补断，我估计他没想到。那白棋还是照原定计划，他是虽然你搬一个，好歹我先把该走的给走了这个虎始终是一步大棋。对，其实这地方我觉得白的忍一忍真的就挡住。可能忍一忍也过去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吧？对，因为白的其实忍一下的话又该黑棋想我怎么补断。因为刚才说过也挺麻烦，你跳和尖被一虎都难受。对。那如他没准还是会回到这步粘。还是粘回去吗？不知道这个就。就是白的如果其实想一想想开了我就忍一个算了，黑棋可能又该头疼了，我这怎么补？你说我双一个补棋呢，看着比粘好一点，但是木数又不差。因为这个粘上底下可以打一下，对，打一下还是挺舒服的。那确实。那白棋没走，因为白棋现在虎这个，说实话，不是棋形的要点，感觉虎在了一个铁上。黑棋搬了一个，因为他这个粘是先手嘛，对，这地方就已经很厚了，在这儿。对，为什么说不是棋形要点的感觉？因为这个棋白棋想虎啊，是想虎在这里，对，虎在这儿的。但是虎在这儿的话，黑棋粘一下就可以保留了，大家可以看。没错。那白棋非常想我挡你粘上，我在虎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如果白棋能下上这样是很舒服的。所以说白棋忍一忍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实战这步虎我觉得棋形上有点硬。好像凑黑棋对下好了。因为本来你走一个的话你挡一个的话黑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黑棋知道了，你虎一个嘛他就虎搬一下然后再压一下就完了。下了。对，他知道该怎么下了。而且现在看这两边的厚薄黑棋多两个子还是很关键的。这一下其实黑棋现在进攻白棋了。对。之前感觉还是处在一个虽然你黑棋比白棋厚一点点但是还是对攻的状态。黑棋大飞逼住他这个子在这儿。白棋跳出。这地方双方下的也都比较简明算了都算了。这样的话到现在为止看起来还是很和平了这个局面。本来以为大战一触即发发现那个双方比划了半天谁都没打着谁。是。然后说今天休战明天继续。白棋拆。白棋拆了一个。其实可能许家园这个战术对顾子豪来讲也不错因为大家知道顾子豪力量是比较大的。确实。
这个一直是以力量著称。我们说啊，他那个手下有很多冤魂啊，冤就魂是是死了很多不该死的棋啊。比如说像吧？上一盘跟黄云松那个棋啊，就正常来讲应该是不会死的棋，感觉上对对对，啊。那是黄云松他自己不肯，对，就他说不刀想下有活很吗？多冤魂冤魂是啊，啊。吧？但这是确实，他也没想到人家会这么杀他，嗯，是的，就几个就把他吃了。本来我们以为可能他外面走一走，然后把脚吃了，就是转换就白棋挺不错的局面。对，结果没想到他直接就挤上去了，因为在那种就是读秒的情况下，你很难下决心，除非你就觉得自己看清了，你就已经把他吃掉。我不得不说，他对自己的计算太有自信了，我觉这应该是每个棋手的风格，可能有的棋手早就前十步就开始想怎么转身啊，怎么去攻击他，怎么把 那个他一直获在得想一我些怎么利把益，他吃对。掉，是那像顾子豪可能就想我怎么是直线把他全部吃光啊，这个就不用再谈以后了。我对，是，反正也没有以后了，们对，就把你吃了也没有以后。那么血很差，可以看白棋现在确实挺厚实的，这个非常厚，而这两个子是很轻的啊，可弃对，可取。是的，看起来今天的棋要慢慢的准备收官了，对，是吧？暂时顾子豪应该也没什么发力的点。是啊。那么。尖啊，这个也是看得见的一个超级大场。一步大棋。对，因为尖完之后，白棋这里边啊，就出现了很多味道。这里面是怎么动手呢？是啊，比点如这说个有吗？点的手段，但是现在不成立。点一啊，个由对。于白的有了这个拆之后，啊，本身是点了直接顶断。那顶断他对，另白一棋个立，是黑棋吧？爬。这个好像现在啊，气但不是够，白还的是？搬了一场之后呢，暂时黑的是杀不过。如果说黑挡的呢，挡，他就点一个，啊，是这样吧？是的，可以看这一点之后，黑棋局部没有眼，气应该啊，是杀不赢。棋杀不过。是的。那黑棋这地方要出棋的话，可能会在三路点，啊，点在另一个地方，点在这儿，啊，点在这里，点在这儿啊，是对，吧？其是实这样，跟刚才意思一样，就是你要挡这样的话，杀我赢再了，点，这样就杀赢了。对，我明我白等于多了一下点。了，我明白了，哎，黑这棋就再一可以爬了，成啊，功了，哎，这我先多点了一下，这里就出棋是的，了。啊，那如果没有白的没有这个子，黑的就直接就点就成立了，啊，对。这个局部。这也确实，原来是单小尖的。以前看这个棋形的形状呢，老觉得好像应该就实战的时候经常是靠完了，啊，这个先手，靠了退是吧？定或型，者是跳了挡住。跳了单挡跳挡了住。挡啊，那这跳个了目数是不是好一点？啊，对，跳了挡住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定型，但是现在白棋会顶一个啊，白棋顶一个之后，黑棋不走的话，被三路一拖，这里也不是空，这里面对，好像很容易出棋，觉得。啊，那如果黑棋落个后手，搬粘呢又有点慢，对，是。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就变成花了一手棋，对，现在轮花一到手白棋棋，下了。而你上方很薄，你上方像这种靠啊，这你黑棋都是软头。那不如黑棋直接非常坚实的一手啊，走一个，给白棋留下很多的余味。他单小尖，这个棋下的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对，挺这个好。棋啊，如果白棋这种棋放在第一路的话，黑棋就不会单小是尖的，是的。啊。这也是这个高位之后啊，白棋棋形的一个弱点。那看，很多时候黑的一小尖，白的就就硬啊一跟着小尖一个。个，那将来会不会又被人家拖下啊，去？拖是黑棋的权利嘛，没有办法。我看场合，我可能有会可能把要你拆吃了。对，哦，那倒是。看白棋这地方，我估计他不太肯硬。对，从下棋的对局者心理来说，这跟着硬一个实在是太没面子了。是啊，这个你尖一个，我就跟着你硬一个啊，这个不太肯。所以他哎，他先吊了一下，这步吊也是很考验。现在看看好像是刚才应该跳一个啊，对，好一些，回头看我们。回头看，然后人家吊在这儿，你这是守还是不守呢？这就因好为黑考棋验，没有抢到这步拐，被白棋一吊，现在有点难受。是的。那如果从第一来赶来说，黑棋肯定要拐，那我就不白客棋一气了跳。吧？
这就不客气了吧。啊，黑棋看显然也吃不掉这两个子，嗯，啊，这两个子先吃不掉，而跳下去，眼见的，啊，这一排目就没好心痛啊！了。这好多目都没有了。对，这等于是拐完之后，嗯，嗯。黑棋就要啊去漫长的想办法怎么攻击了。是的。啊，但是我感觉这步拐完攻击其实比较符合。啊，顾子豪的一个棋风啊，这个是吧？开始攻觉击，得比如他说会这么选择，啊，是我先在这里吧？啊，比如说跳撞一一下。撞，或者一会儿再怎么点一点，总之啊，怎么进攻你，或者以后把这边做强做大啊，这都有可能。但是话没说完，黑棋就跳了一顾子豪说：“我不是只会吃棋的，你个，啊，们不要以为我只会吃棋。算了，他觉得算是，了。这该守的时候还是得守住啊，把因棋为压过来。他觉得拐出可能风险过大了，得对，先投入不太二十好多目攻的这实控棋啊。是。啊，其实白棋掉下已经便宜了。啊，这比如说我不压，我继续再次，煎一个啊，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啊，继续难受你一下，是。你黑棋粘一个，我就当便宜了。我这粘好像有点难受，但但是不不粘粘。被冲断怎么办呢？不粘，反正，好像又不太对啊，还是，味道不太好。白棋非常厚，压住。啊，黑棋跳出。追跳一个，在这儿。看到这跳出，我想说今天谷子豪他有点变了啊，这下的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对呀，这个不跳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担心白棋是在这一带的尖出。因为白的现在非常厚嘛，我什么地方出现孤棋，只要有一块孤棋，我都不怕。这其实尖冲在这儿的，那黑棋，啊，尖冲黑棋就你是跟着硬我还怎是么反我击？好难受，对，这我也个不地知道他方走哪儿。黑棋正常来讲是要反击的。啊，比如说他肯跳定，出，按理说是啊，那白棋比如说挡下去或者会贴一压一个个，都啊，挺大。就这个地方白棋是可以下去的，是的，而下去之后黑棋肯定是吃不掉白棋。那么如果你挡一个，这个就难受了，被一顶，对呀、这越硬越难受。黑我不棋太会，可能就立住，不白太棋会，就扳住了。这一手棋很大，而且黑棋的棋形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是的。这个地方就是点一个，没办法，这是棋形的问题啊。那黑棋看来跳一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说，对，这样一来的话，你这个点就没有用了。现在，因为黑棋现在这种点肯定是点不到了。啊，这个地方如果白棋跟着硬，黑棋压过那去还很挺高开心兴。啊。这也是啊补这个点的一个方式，但是能补在这边啊，应该是最好。但是肯白定棋会跳出来的，啊，你就别想了，我这都立六了，都要成算上这这都样。立八了那啊。你这还敢挡下去？那我先把你招进去再说吧，对，这黑这子件挡事情。被一飞，可能这块棋就要完了啊。是。现在黑棋跳一个先，那白棋这两个子是不是需要逃跑呢？白子也没有跑，白子，顶了一下。哎，啊，可以看这盘棋的，徐家园的风格是比较厚实的，对，我也啊，觉得一步是，一个脚印，没错，可能是不是相对于韩国棋手来说，日本棋手比较擅长于后面的收束，有这个说法有吧？可能是，对，而且我不知道徐家园平时是什么样风格，今天这盘棋应该是想就是进入漫长的后半盘，对，啊，看来是这意对，思，想不想出现什么太大规模的战斗？啊，我先走得非常后，这步顶就是我们看着它很缓，啊，但是它确实也是有一手棋的价值，因为下步棋靠进去很大，对，它确实有一手棋的价值，只是感觉上很缓。但是这边他又加了一手，然后现在又轮到黑棋下了。我觉得这个全盘现在大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点，黑棋不怕黑棋在这儿动手吗？对，但他可能一直觉得这个补这一硬个实硬又在不是肯，硬因为他又不肯，是面子上过不去。吧？他顶了一下，那么就该黑棋了，黑棋这地方
啊，黑棋他好去像哪儿走先了亮一去下？粘。啊，粘了一下，哎，这对。个地方粘掉，他还怕有什么其他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说？全当它是一个交换吧，嗯，因为关系可能不太大，对呀、啊。但是也有可能有关系。这有可能有关系的点是什么呢？嗯，就是当黑棋如果点进来之后，嗯，在这一带做活。在这一带做活的情况下呀，黑棋有可能会用到点了爬，哦，那这下粘就不一定粘得对，着了，是吧？你再粘，有可能当时万一人家打在这儿但只能说这是一个假设。呢。这样，他先把这个交换掉，对，嗯，粘上，然后再点进去。点。这个点很犀利啊，看起来，这白棋这怎么挡得住呢？刚才说过这块有点啊，白是棋啊，需要补可不是吗？那这一带怎么补？就是啊，本身如果跳一个或扎丁，对黑棋压力大一点，但自己嗯，形状不太好。对呀、啊。那么白棋实战是尖了一个，捡这个，对，棋趴在底下。尖一个是白棋自己嗯。形状最厚实，目视也最好嗯，啊，但是对黑棋的压迫感就小一些。因为他这底下做眼的时候，他待会儿可以飞到这儿了。如果说你盯在这儿的话，那至少会差一点对，这地但方。盯在这儿的话，就是该说过的嗯，这这种地方要错，差一点。局部目数亏了。他是小尖的，那这个战斗是在所难免。这个之前顾子豪是把人家吃了，今天是不是要把人家目都破了？反正效果是一样的，结果是相同的。如果说把这块破了，我觉得白棋控应该是很，对，白太棋堪忧了控。吧？看着好像要少，因为黑的这一块还是非常大的，这这个如块果是全盘四十，破了的话，太大了，本对，来都黑的算全是盘白应该棋有了。60多目。是啊。那可以看白棋非常厚，现在就是白棋非常的厚，嗯，大飞，这看来是要吃的加食是这也是一种进攻吧，吧？因为他不想让黑的。在局部做活嗯，嗯，啊，打个比方，长白一的个，长，这样的话，黑黑的棋这大一飞，带是对，就大飞就活了。大飞完，因为这个点了爬，嗯，对白的来讲非常严厉，没错。白的基本上是要在这地方嗯。啊顶一手，如果你硬在这边的话，你就点了爬，先把这个眼做出来，是对，吧？但那这样的话，你黑黑的一棋，飞啊，这想吃黑的这块有点太累了。即便是黑白互换，换成顾子豪也杀不掉。我试试吧，我这个能不能行？好，我冲，这个能不能行？试试。我冲。我觉得好像不太行嘛，这个能行吗？这样，这么杀这吗？我吃一个肯定不行了，被飞出来了，这我就趴一下。打一下，然后冲完了，是不是挤到这我感觉应该，这好像局部就活得活了，很对，多了，是挤一个就活了，这不太好杀，而且吧？黑的这下冲不冲其实关系也没那么大，你我可以感先觉不直冲，接出去白的也不好杀，嗯。好像不太容易被杀掉啊，总体这来想说，杀还是太累嗯，了啊，看来吃人家棋是很不容易的，对，主要是白棋自己棋性不太好啊，嗯，缺陷太多了。对，白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黑棋现在在局部就地做活啊，那么白棋就太失败了，等于你只剩下干干的后势，没有任何作用，啊，这步棋就是放出去攻击，对。那黑棋就飞出来了，出头要求，黑棋飞，嗯，看白棋在这下得很淡定啊，白棋就一退。啊，但是这样一来的话，这块空就这么被破掉了，好心痛啊！看着这个攻击真的能奏效吗？这，那这样回头来看的话，白棋假如说这个顶还是是不是应该在这儿补一个算了？他就不肯补，对，但其实黑的这步贴个拐也特别难判断，挺纠结的。黑的是怎么拉嗯，出来啊？如果贴在这儿的话，是不是眼位稍微会好一点？对，眼位好一点，但是嗯，头可能差一点。哦，
那么白棋靠出，靠断它，这个肯定不能让你这么轻松就逃掉了，不然的话这白棋的空都白破了的。感觉黑的目数上还是要明显领先的。我也觉得是，如果说这块空就这么白白破掉的话，那黑棋的目数应该是更对，因为如果我们点目，这全算上目，然后上面的目，黑的全盘是接近60目左右。对啊，这个两个子，它这难道不是牵手棋吗？但其实现在黑的这块的话，对，白的暂时，这两个子都不太重要。而白的全盘目数在40目强的状态。其实还是看攻击，主要看对于这块棋攻的怎么样啊。黑棋跳，白棋双，定一下，接住。这时候就轮到白棋去想办法怎么攻击黑棋。黑棋跳这个，对。白棋跳一个。先把它分段，至少不让你连回去。但这边虽然连不回去，这黑棋外面的路还是挺宽广的，我觉得。这要失它实在是不易。其实我刚才在想，这个棋白棋如果这样的不退一个，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并在上面这种狠一点啊？那也就是这样。再靠出会不会比退一个好？其实这是一个判断，就是退的话。并的话可以看目数要差一点。对，这个回头一靠进去。对，但是对黑棋的这个压力要大一点。头和眼位应该是要更好一点。这个也是挺难的感觉。尤其现在攻击的话，白棋它到底是如何进攻。对啊，这好难。就是攻击之后我是想攻成一个什么方向。因为这盘棋和平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平时说我攻击走一排后势，然后去有一些作用。现在的话后势不太有用。对。怎么能攻击获取更多的目数，现在是直观的目数。对。现在剩下的目数也就是那个角，然后剩下就是中央了。比如说白棋能不能在这一带围成什么一个大空或者怎么样。白棋并一下接住。黑的接。因为实地是明显不太乐观。白棋跳。如果说这个攻击无法获利的话，我觉得这个白棋形势真的是堪忧，因为很怕这棋就下到中盘的时候目就干不够。就后半盘就觉得怎么收也不行了。对，攻击的时候就最怕自己迷茫。不知道迷茫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攻。是。黑棋小飞，黑棋小飞，这不，这他下的也挺。第一感是跟着压，但压的话，黑棋又怕落后手，对，这靠凑别人靠了一虎。这人家这个招肯定是很简单明了的。对，你要接上的话，那我就从中间怎么先把你断开呗，反正是这一带是的，大概是。那可以看，如果白的靠了虎我们已经算作白棋的权利的话，那这个时候该黑棋自己走的话，那可以看。这压肯定是最差的一步棋，因为离他后势太近了。是的。那黑棋就会想飞啊、跳啊、大跳啊等等的手法。所以说顾子豪的这步飞，他是已经把白棋这一带看作全是他的先手权利。没错。这个飞看起来好像挺妖娆的。对，非常妖娆。这飞第一感是觉得被别人一贴特别难受。是的。那他就说我一跳。对，也没什么。增加了半只眼反正。黑棋这局部想做活的话，这个眼睛还不错，挡住黑棋有冲了，打了力就打吃是吧？对，那底下有只先手眼吧？应该，有先手眼吗？那可能尖一个不一定尖得着。对，但是白棋如果想杀黑棋的话，风险也非常大。他不走的话，我觉得尖一个不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白的如果走的话，这黑的真的是先手眼。他要如果你并一个的话，黑的。黑的尖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先手一只眼。对，是的，你得破他这只眼。所以白的只能不走。不走你局部是死棋，尖白的就挡住。就局部是死的。局部是死棋是吧？是这样。但是他如果能团到这一下就。对对，跟这个团是有关系的。外面会差很多，所以这个黑棋的眼位眼前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
小飞一个，嗯，那可以看白棋的这个招法，嗯，这从这靠出来，包括这个跳，啊，白棋这几步它并不是说获得了什么实际的目数，只是把黑棋又给断开了，嗯，那么就是要攻击或者是要杀，啊，对，这两种选择。那看看白棋怎么办呢？这地方这是非常考验的一件事情哦。而且这个许家元好像前面还下得挺慢的，反正是比顾子豪要下得慢，所以他的用时应该是比顾子豪要多一些。啊，他可能是率先进入读秒的一方。那如果说进入30秒一步，这棋就紧了。嗯，这会儿好像双方都还有一点点的保留时间。哦，其实如果这时候进入读秒，这就不好下。这个进入读秒的话，攻击的一方要更难。对呀，啊，因为可不是吗？因为现在对白棋来讲，没有说特别好的啊直接攻击的招法。就是不像有的时候我杀棋，那我招法是必然的。那不是这盘棋的话，现在首先一个白棋确定的是我自己是要去杀还是要攻。这个就是让白棋先去做选择题。啊，你先选择你自己是要吃棋还是要攻击。那你要吃棋怎么吃，攻击怎么攻？那比如说这一带震过来，但是这一带震过来看着像攻击啊，那你吃棋的话，可能想办法把它对，直接分段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吃棋的态度没错。啊。你要是在这一带，肯定是攻击了，就是走中央走两个，想办法围控。啊，其实就是先让你去做决定，但当你做完决定，可能是错误的决定啊。等你就回回不了头，头了，等你想回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回不了头了。这个要错了的话，了。嗯，他靠了一个先，靠靠这个，哦，他先靠这个啊。然后再靠那个，哎，这个次序还挺井然。靠了再靠。然后再靠这个，再虎一个。啊，他靠的意思就是本身靠了虎，他怕黑的先打吃我一下。有可能啊，是现在的话你不能打吃了，这个我可以，这个一个八挖了，直接把它吃了。的。嗯。黑棋虎了一个，这黑棋显然不怕这块棋死，他觉得这个不为所动，我的一都虎。是我的，你的我把你破了，然后我就把它活了就行了。啊，虎和粘，本身好像没看出这两步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很对黑棋来讲，虎一个更加厚实，啊，这个有可能差一目，应该也不太重要。他这个地方，如果说，假如说你粘上的话，他长的时候，他也是顶在这儿吗？哦，是不是跟这边会有点关系？有可能，这跟后薄这边连对扳啊对对，之类的有关系。因为顶，如果这儿的话，这你不能拐下来吧？拐下来我肯定把它挖断了。对，有道理啊，这一长完一顶。对。点一个，反正你连回去嘛，我就把它爬过，就黑棋对，就默认为这底下的空都是我的。那可以看这靠了虎的话，对这个局部的目数又损了啊。是本来不虎的话，白的长一个，它长一个，它应啊，该顶不这住你只吧？能爬，我还可以再长一是个，的，是的。黑的也只能爬，这三个是吊着的。啊，那可以看白棋靠了虎也是下了一定的决心。啊，这个先把 这个是要动手吗？看看许家元有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贴一个不太像，不太像要吃的样子吗？好像。对，我感觉上，我们这来这个行不行？不知道。我很想把它给黑棋靠断，因为刚才说过，黑棋局部冲了打了力冲的打话了力，你是不是也有可能？行，很好。你如果真的要杀，你就走在上对，面。等于说黑棋一旦有个贴之类的话，白棋很难杀了。我先直接分段，你行不行？那我就先冲了打了力再说吧。哦，然后你就走外面了吗？冲了打力，我没得选了，我只能走外面了。我跳。这个就说要把你黑棋全部全灭了是歼灭，吗？全灭了啊！这个白棋活了吗？但是黑棋也没活，也 都很凶险啊。对，这个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好吧，黑的虎断完，这个扳还有一些借用。我刚才这样是你是怎么杀的？我走这个，然后就小尖的话你就。单扳是吧？是这样吗？这个地方我好像杀起来也很累啊。
对啊。确实我发现搬黑的有一弯，啊，这个地方等于我需要爬，哎，你啊，这现个在地不方行，已经刹不掉你了，现在拐给一我下，拐一下还不行。哇，这是怎么刹的怎这么地刹方？呢？还是已经无法刹好像已经刹不掉了，看了？着。啊，你单骑吗？确实，单骑弯一这个，棋几个也已经几个活也了，活了。黑的一弯就活对，弯的活了。你搬的时候我可以接在这儿，你了。嗯。扑我正好可以弯在这儿，是吧？是的，哦。那如果冲了打的力是先手的话，那不太妙，这不那太容我易可杀。杀不掉。冲了打力，说明我白棋只能挡住。嗯。那我挡住呢？啊。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一下吧。这小尖的话就掐在上面，有可下尖，我这回可以跳。能。就这样可以跳对，我作为。白棋了。方想办法的话，还是想杀。哦。但是这样一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一路搬一个？如果说还是刚才那个图，如果你还是跳在这儿的话，一路搬不知道行不行？先冲两下这里。对，但这样感觉白棋有棋下了。这样会好一些吗？对，这样这个比较难啊，这个。作为杀棋一方，确实需要一些勇气。其实也变化也挺复杂的，因为这个黑棋也不能随便走，这个有个搬下来。对，搬下来有可能有一些收对，气，是白的，棋是眼的，型会好看一不些。清有些，嗯，不知道如何。但是白棋要下决心啊，这里。对，但是实战白棋的这步贴肯定，不是一个要杀棋的态度。这贴应该就是还是收官啊，收，慢慢收。黑棋跳，那么白棋顶，顶啊，哇！那就说明他靠的时候，他怕黑棋直接对对对，冲了冲，他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但黑棋可能也自己也有点担心。他刚才这下点不着，这点了他都团到，哎，这下能点着吗？如果说前面下的话，点在这点你里，是不是团在上面我应该会是要圆在这一带。圆在这儿是对，吧？可以。哦。那不太行，如果能点着的话，那就好多了。嗯，好，那现在白棋一顶 啊，那黑棋怎么办呢？我觉得黑棋是不是可以往，都快点能连回家了？对，看着离家很近是啊，我这一带走一个，这还飞一个能把我啊，断了？这白的可能就是怎么冲一下，冲一冲啊，那啊。就算了呗，那冲一个我就对，接上呗。那可以看许家园的这个招法，他也并不没觉打得，算杀吧，好对，像，并不觉得啊，这个我非要杀你不可。看起来许家园好像还是比较温柔的，不是那种，但是白棋这里啊，我觉得他应该进入读秒了。我们分析一下逻辑，因对，为我们可以看白棋只是简单的贴了一顶，那么这两步的交换其实非常的没有必要对。就说这个地方我白棋以后。靠了一段，啊，这个黑的局部也是要啊，给我一点东西的啊，对，那付出他一点代价。多半只能打这边你吧，打这边，我打打下吃他去，就提掉，那我粘上的话，黑棋还这是两个子已经连不虎回鱼来了，还搬下来了，对，我是还能吗？搬下来，哦，那还是挺大的这非常大啊。这个如果把这样子割下的话，个，白棋又瞬间可以收目了。所以这棋可能就是读秒的产物，要不然他要走的话，他就直接贴了顶就对活对，因为白棋如果只想贴了顶的话，我直接贴也可以。了，这两下，没有必要先交换所以掉。他把这个虎了干嘛呢？对，这虎的话可以看这底下什么都没全有实了，这下，了啊。所以说他本来可能已经做好了去杀黑棋的决心，但是当走完之后又变卦了啊。突然临时改主意了对，是又觉吧？得可能是杀不掉 啊。临时改主意，这不是什么好事嗯。儿。黑棋挤了一个，下在这儿，哦，黑的单挤单挤的这棋，他先考验一下白棋，啊，这单就问问挤看着非常的有文化，你，很有文化是吗？这就是他不冲了打，冲了打是一定是 绝弦，太绝，太这个，他要好像掰太马俗你一了，就下，觉对，得单走。
看看你会不会打上来哦，这单挤，单挤，如果说他接上，那他接上他就不这不冲他不下，冲，这肯定对，是能不冲我就不冲了呗。不我冲相下信你总一是下，好的对啊。啊，刚才那个图就是拐弯了一小尖，是局部是活的吧？没错吧？没错 有没啊，有看错？好应该像没什没么问看题错啊。啊，是。那拐了一尖就活了，那黑白棋肯定是没法杀他，所以他先把这个官子收掉。对，单挤考验白棋。对，是的，白棋挺被考验的，所以挤的时候，这个白棋他到底是粘还是打上去还是怎么应呢？这个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吧，休息一下，好，好一的。会儿继续回来欣赏。天元为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22届阿含铜山杯中日冠军对抗赛，由谷子豪执黑对阵许家元啊。这刚刚给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黑棋是单挤了一个，对，在在这这个儿地方考验白棋。那么白棋这个地方，如果说他肯忍，刚才我们摆的这个黑黑棋立棋下立来，啊，先手。这好像白棋是不是有点不妙这很难受啊，被黑棋又便宜了，而对，且黑棋又挤了立之后，感觉局部的眼形想做活很容易啊，这个对白棋来讲忍不了。所以白棋毅然选择了打上去，对，因为你既然粘上也杀不掉黑棋的话，不如打上去啊，吃一点目数。没错，如果说把这两个子吃了的话，那黑棋等于说没有破着东西。对，等于说黑棋从点开始，等于形成了一串交换。对，黑棋这地方多一些子，那么白棋该是白棋的目还是白棋的目？对，所以我们看看实战，它是冲吃，然冲后吃白白棋棋提踢，掉，黑棋长回来。冲回啊，那就是看这一串判断的问题。那现在白棋最简单的就是把这两个子断断掉，死啊。这样怎么样呢？这段死有八十、十、24、15，16目，15、16目的价值啊，16目肯定是有的，而且跟白棋脚上的厚薄有一点关系啊。但是这样就判断了，我们需要这个判断是比较难的，尤其我相信两位对局者应该也判断不太清，因为为什么说判断不太清呢？白棋这一道 B 啊，这该怎么点目？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这块棋，我们给白棋点多少目呢？啊，这个地方可以要看，如打果一我个们大大的问只号能啊，如果点目，现在白棋这10目啊，这个是确定地，对吧？这现在这10目，黑棋怎么破都破不掉的。是那的，比如说像这3目，包括这一带的目数啊，该如何去点？这很难。然后现在轮到黑棋下，这也是个难题。黑棋对。是要准备在这一带怎么走一个吗？黑棋这把这个角尖了也很大，包括如果能把这两个子吃了也很大。对，我觉得走中间是不是走一个也挺大，比如说在这一带，假如说这样，那因为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考虑跳你或者飞一下之类的？对，所以说点目比较难，尤其这两个子现在欠着点多少目对，是的，这个判断就是，因为这后半盘，尤其是现在的棋后半盘，就有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定型，对。我就觉得判断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儿。那我看，比如说像白棋不断之前，这个地方先刺一下，刺，那黑棋得刺接黑上棋吗？很挑战，白棋扳，这刺了扳的手段，我觉得也不太好想到。你正常想，这在干什么呀？这个我就断是的，掉你，那你要，白棋在二路点那如果是这个刺了扳了再一点，看成一个这样的定型的话，白的吃那可能又跟对局者的判断又差好多又得粘上，这下的话，白的等于先说把这两个子吃掉了，那黑棋这地方少了3目棋，白棋大概多了4目棋，那这一下就差了一个贴目啊，从点目上来讲这个判断都比较难。这个招法我觉得很值得学习，但是我觉得对，下的时候我真的不容易想到是。这个招。那像黑棋走的话，黑棋虎一个非常大，对，虎完之后拐吃了一扳这个地方白棋还要被收气。拐，如果打吃完了扳的话，他会不会打在这儿？有可能，但黑棋劫财有力，有可能 要就暴动。他，哦，就这么打上去了是吧？但是黑棋劫财，
对，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啊，因为这个黑棋非常重。那我们看看实战，白棋它实战是没有断，但我觉得断两个子还是挺大的，眼见的一手大棋。嗯，是的，他没这么下。就是、白棋其实断死的话，就想一想，黑棋也并没有干，对啊，并没有干什么这一串。嗯、啊，可以看黑棋从点开始，也收获不明显。唯一的便宜是黑棋这多个子，白棋藏不进去了。嗯、对对，啊，这个地方白棋是损。嗯，所以说白棋的靠了虎，啊，一定是。反正读秒之后他也搞不清了。那如果这样看的话，黑棋刚才有没有必要挤他一下呢？对，这个就是也是我觉得黑棋估子豪的判断、嗯、他觉得冲回啊他是优势的、嗯。他一定是这么判断的、哦。如果他不好的话他肯定会啊比如说外面我直接连回。嗯、哦、是的。因为黑棋这手棋虽然说他连上了、嗯、但是很损。可以看这两个子下步棋就被断死，嗯，断死的话白棋在这一带长了啊十几二十目，和黑棋比如说飞一下，嗯，啊白棋挡一个相比，对，那你说像刚才说如果黑棋直接飞回或者能压回啊这一带直接能连回的话、嗯、那也不见得非得要冲回啊，嗯，对，这就是对局者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嗯，那既然黑棋挤，他就给我们一个他的信号，他说几回，我觉得形势还不错。但是白棋肯定是要迎头上哦。对，白棋打嘛。就本来就觉得白棋好像有点落后的意思、嗯，这个地方肯定不会再退了。对，可以看白棋没断，也是他觉得断一个形势也不能满意。嗯，他可能觉得被黑棋中间走一个还是有点大。对，前面人家已经追跳了一个，因为跳一个本身就觉得很白棋好像在中央欠一手棋的感觉、嗯。对，他就把这两个子反正救回嘛，嗯、救回之后，啊、黑棋的弱点我们以后再聊。那刚才谭老师摆的这个图，如果说能把这个两个子先手啊、算是有个打劫吧，是但是先手基本上先手基本上先手吃了切掉。然后回头再把这两个子断了吗？还是怎么着？哦，回头就断了吧，应该。哦，断了也挺大的。对，这两个子当如果是点了搬掉的话，这两个子都可以弃掉了、哦。精华已尽、嗯。是的。那白棋跳，黑棋跟着跳，跳一个、啊。这跳一下的话就更重了。嗯。啊，必须得要。那现在不要不行了。对，飞回太大了。我觉得白的是不是留着瞄着这二路点啊？点进去。我感觉他是在瞄着这步点。如果说黑棋接上，接上我就搬下去，搬下啊，嗯，怎么办呢？这吃不掉了，这只能先断了再说，吃不掉，挖过来，然后看，我觉得黑的，这黑棋要吃它，黑的需要吃上来，我觉得，啊，因为黑的劫材也挺多的，哦，黑的打了一半，有个劫库，嗯。那就是说要打劫了，这棋，嗯，没什么好商量的吧。白棋也需要在劫材有利的情况下开。对。那这个二路点也挺大的呀。嗯，确实是。但是我们现在聊的都是以后，毕竟现在该黑下。我们这是过会儿的事情，对啊，一会儿再说。这先说眼面前的事儿啊，靠现在靠这个，哎，靠一个看着还不错，这手棋。嗯，因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尖，尖了搬粘，我觉得看着非常实惠，很大是吧？对，我把这个角全部给围住了。对，尖了搬粘肯定是很大的一手棋。嗯，但是这时候该白下了。白的是不是会选择点？就点进去了啊、嗯，这有可能会、哦、或者在这一带，比如说先去撞一撞，哦、骚扰，先撞是吧？对，先撞的话，黑棋，嗯，如果说长了，把你先收下，长收下我、嗯，我去点，就这个黑棋能不能忍的问题，能不能咽得下这口气？对，你可以站在三路。嗯，这样的话，这可以忍吗？好像不太可能，看起来。对，这忍完之后撞一下，好像还有一种没有死劲的感觉。再点一点。哦，还要再骚扰你两下，让你吃不干净，这地方吃的很难受。嗯，总之会有这种的担心、嗯、那黑棋靠一个就是想在上面多一些子力。嗯。靠一个呢，白棋搬。对，靠一个也是让白棋选择，因为
黑的靠很明确，黑的绝对不是靠场、嗯、啊，这个像原来老见的靠场现在应该是见不到啊，白棋应该会拖进去，嗯，这样的话脚上木数黑棋很受伤，嗯，黑棋靠一定是要虎，那等于说白的扳他就也是知道黑棋会虎，嗯，那么白棋还可以选择长脚啊，长脚黑棋可能就粘上粘住，对，现在这一带这个木也不小啊，嗯，这样白棋应该是会想办法怎么进脚，不过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再打劫呢，这一带这个爬起来可能就不一样了吧，对、哦、黑棋这一带有子之后白棋肯定是不敢再点，这就不能乱点了、嗯、点进来我肯定要把你吃了，对，就看这一带子力重要呢还是进脚，关键怎么进也是一个问题，这飞黑棋搬，黑棋比如搬一搬，你是不是捞了很多木数，白棋自己也需要打个问号，这也挺麻烦，就看着白棋、嗯，因为白棋挡黑棋随时一尖、嗯、有点难受，是的，这个棋形也要被拿捏，嗯，所以靠一个啊，看上去像一步好棋，嗯，我再帮白棋想办法，白棋有没有可能小尖，小尖一点，小尖他是不是就挤的话，你是打挤进去了吗？我没得商量，不商量了，先插进去再说，不商量。对，嗯，黑棋打吃一下肯定不会亏，嗯、打完了他是啊，打完了该黑棋选择。对我好难。上方白棋走可以拖、嗯、啊，这个地方很厉害。是的。那如果黑棋尖，白棋应该是要把黑棋要断了，是吧？全部断掉。这应该杀不赢，我觉得这个被断掉黑棋再打出来，不能打出来吧？我觉得看上去黑棋危险、嗯、啊，因为这一排子，白棋随时爬脚，白棋气还是很长的。是的，所以白棋有没有可能去在二路小尖啊？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化解黑棋靠的啊比较好的一个招法。嗯，因为黑棋很难忍受被白棋这么飞进去。你说我尝一个。那这个飞进去跟刚才就差很多、这个、啊，这样这个木全被收了，对，这飞进去的话还挺厉害的、哦、没错，这黑棋不能忍受这个图、啊、我觉得那黑棋也没法走脚，我觉得黑棋好像不太对，也得先挤了再说，挤了之后然后再考虑这是怎么办啊，或者就是打吃，要不打吃了中庸一点就顶一个嘛，被拖在这儿我也好心疼，顶一个不见得有尖了长好啊、哦、这个也啊不知道啊，徐家园在这里，但是这个就没算清，如果说尖了打吃接上的话，但看起来还黑棋比较危险，黑棋没什么气，我觉得嗯，这能行吗？这你这是不是就拐了闭住就感觉就差不多死了，这首先白棋接着压，我不知道死不死，而且白棋退，我觉得我们看压吧，大吃断，哦原来你是断，对，这个地方黑棋好像没什么气、嗯、哦我觉得黑棋气太紧了，这个好像杀气要杀赢不易、嗯、应该不太成，嗯，那应该杀不赢这气，但是我们也知道白棋早就读秒，这个地方想让30秒之内判断清楚走哪个好，我觉得很难、嗯、这就是因为非常考验的一件事儿。靠白棋确实第一感是扳或者长，嗯、啊、我觉得我们刚才是排除法啊，如果是长不好啊，扳黑棋虎是落入黑棋的预想图的话、嗯、那我们再想想是尖或者飞一个之类的，我们是在用排除法，但是棋手不一样，棋手你每个图都要算啊、30秒之内你给我先这两个图行不行，我已经没算清你再说让我算这个图就要选哪个，嗯，本来有时间慢慢算的还好一点，对，但是现在只有30秒，一分钟都嫌不够，这一分何况是30秒，还只有一次还不能过，是这个时间真的是很催人，白棋扳，嗯，黑棋虎打吃接上，对，这黑的靠了虎、嗯、通常是在啊白棋这边比较厚的情况下，对啊，黑棋都会采用靠了一虎，因为黑棋既捞到脚的木数、嗯、又让白棋产生了两个断点，嗯，白棋接住，嗯，然后断啊，这个地方断，我觉得白棋扳的时候是觉得黑的不敢断
他想我这个这么一排后士，我这么铁，对啊，你居然还要断我？你靠了虎，已经先生把脚捞了，还不满意，甚至啊，还要把我断掉。这就是顾子豪强的地方，我觉得。断掉确实也很厉害。他是打了街上，他是不是这地方？我觉得白棋的计算是觉得能把黑棋吃掉吗？嗯，是。哦，白棋应该是他搬的时候快速的计算啊、哦，但是、用快速计算觉得黑的断。嗯，现在我白棋战斗不怕你啊、能把你吃掉。嗯，把它吃了，这把它吃了，就那种眼见的，先把它吃了再说。这时候我看。现在的胜率应该是非常的接近啊。哦。但白棋的这步靠。啊首先啊，我觉得他一定下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也是。人类棋手虽然很难想出。不是人能下出来的招。不是人能下出来的。那如果说白棋需要使出这种靠才能使胜率差不多的话，那正常来讲就是白棋不好下。是的。如果说靠我都恨不得我先尝了再说。对。那比如说现在你要说白的去这点还有可能。对。啊，但是如果说你什么点完了再从这儿走，然后在双方两边操作，其实也是比较难的。嗯。啊，一般我们是喜欢在一个地方直接局部计算的。是的。啊，这是一种习惯吧，而且时间他们也不太够。这30秒哪里算得了这么多呀？如果30分钟我们可能可以这么算一算。然后你还要靠那个，我完全想不到。那么首先呢，我们一般计算别的图是在排除一个图不行的情况下。对。比如说这个打吃，现在白的已经杀不过黑棋或者长。那我这个子已经死了，我怎么办？啊，那我这子死了我不够了，那我只能去想想别的招法。啊，比如说靠或者点，甚至一些啊，别的招法。那如果这个图还能继续计算，我肯定先计算这个。本来我以为他这棋是虎在这儿的。啊，打车。他粘上，我没有看他接下来的招法的情况下，我以为他拐了扳柱，好像觉得白棋哦，白棋可以先刺掉一下。是对，他觉得粘和虎是一样的。他觉得这个气是一样的，黑的拐了扳，白的断。黑的都是打一下，就差不多。那看着也是虎好。我正常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虎。正常想法，虎我们直接虎断。正常的下法不是应该虎的吗？这样的话，看着也是虎比粘上好，确实。嗯。挺奇怪的，他是想把这虎一下，所以这地方虎一下。或者说黑棋这地方他应该尖不着了吧，尖是不是被人家跳在这儿、啊、这尖不着了，我粘他都尖不到的、何况我虎。那这样的话这白棋是不是可以虎断他，他实战是粘在这儿的。黑的管了扳，白的去虎一下，虎刺一下接住然后断掉、断、这个正常看起来的话好像黑棋是差一气是吗，啊，要形成杀气了。看着像啥，但黑棋有没有这长气吗？对，有没有延气的办法，我们来看看。把吃接上，这个白棋四口气、看得很清楚啊。为什么说看着黑棋要差一气呢？因为这个啊，我就单扳吧。啊，你单扳。单扳就。单扳我打。啊，我这征子不利。哎。征子就算你有利也。征子啊、我这打也打不到了。也没关系、我就呛嘛。啊，这地方。这也是三口气，他尝不出气来吧。确实。就算是这样嘛。就算这样也没有用啊。我打吃白棋断。打的时候差一个也是三口气嘛、他无论如何都是三口气，反正尝不出气来、反正、除非我能直接打了打，但是这个粘。应该不能被能不能被白棋提掉，被提了吧、跟这里的杀气肯定是差得更远。是的。啊、对，局部黑棋杀不过，等于说黑棋要弃子、想办法。黑棋还可以弃子，原来、本来以为白棋是不是觉得把这儿吃了应该是万事大吉了？那黑棋说杀不过，我只能弃掉。那么他实战还是打这个的，啊。他是断打了一长，他觉得这个图好一点。这个没有我黑棋贴一个延期的可能性吗？没有。贴给他小尖。小尖啊，对。是这个吧？是的。你尖棋打完了，还是不够气啊，差一气。对，他说
正好拆一起，这样。嗯，这横竖都拆一起，你往这儿拐也拆一起，长也拆一起，反正都拆一起。是。啊，他白的觉得，哎，这个段打完一长，我弃掉一个子反而更划算。嗯。啊，因为刚才打吃黑棋粘住呢，这一带白棋也有被黑棋靠断的风险。嗯。但现在白的有一些小尖的借用。嗯。那可以看白棋在这地方。计算是没有问题的，对，是的，把黑棋五个吃了，没错，啊、嗯，是的。但问题在于吃掉就赢了吗？这棋？哎，白棋有没有可能先并一个，并一个那就对、啊、这个如果能走到的话，是眼见的能便宜目数。这一带跳刺应该跳刺。是顶住吧，还是跳刺被你拐一下，我是不是也不赚？就觉得不知道哈，因为就顶住吧。我在想，我在帮白棋，如果我能走的话，多走两下、哎、是吧？对，我这个走的很舒服呀，因为我随时啊一拐的话，全部被黑棋收住了、嗯、啊，这样我能在局部便宜了四目棋呢。嗯，那还是挺多的。啊、这别小看这个。弯了猴一下，白棋在局部便宜四目棋、嗯、被黑棋收住的话，那如果黑棋收这边，白棋顶一下，那脚上味道、啊、那这脚上的味道就不好了。是的，所以说我感觉许家园他这一拐，他觉得黑棋不错在干什么、嗯、被我他被我吃了，全部吃掉，他在干什么呢？对，嗯，那这上面差挺多的，这边靠住了。对，刚才这个黑棋弯两下，这是差好多目呢。这弯两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四目棋就差出来了。是 啊, 是啊，白差的，有可能是白差的。对，有点多，这半个贴目就没了。这棋是贴三有四分之三子的。嗯，哦，有可能这个地方是白差的。那差的有点多，这感觉、嗯。但问题是，这样一来的话，他吃了就好吗？瞬间，我们这个棋盘就。急速的减掉，是的、啊、本来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对，本来我觉得点目特别难，是、啊、本来这怎么点目，现在方便点多了。嗯，白的有这个搬粘，有可能都要成为后手，白的挺厚的，黑的搬粘，白的要弯在这里，在那边、啊、如果给白棋点上目的话，白的六十多目、哦、我说的差不多六十五吗？你觉得差不多吗？黑的白的六十五的话，好像白棋不太够，黑棋七十五，七十五还有些厚，还带着一些后卫感觉。我怎么觉得他吃了五个，好像这棋反而对他不利了？如果说他不吃的话，或者说他刚才把这个弯了，就确实差的有点多。可以看啊、我们在这一带可以算一下总账得失嘛、嗯。那从黑棋靠这一招来讲呢，黑棋这脚上这多了十目棋、嗯，这多了，这怎么也多了七目棋，嗯，啊，多了十七目棋。那中间这一个子两目棋，黑的多了接近二十目棋。那白的这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白的大概也是长了这些目，等于双方，长的目差不多。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本身白的这一条后势，啊，这一道后势，这中央本身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啊、本身有很多暗目。嗯，那白的只是把它的后势实地化了，而黑棋是把它的虚目实地化了。那可以看现在双方。这个后卫都没什么用，而白棋自己这一带，啊，总还是欠一点点目的。对，是的，嗯，等于白棋在后市上吃了一些干目、嗯，啊，转换应该是亏了。看起来有点不妙啊，对白棋来说。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弯进去差四目，就差的实在有点多。对，我觉得，要是我死了都得弯，这个差四目棋实在是差不起。差不起。你黑棋顶，我再弯。你要黑棋贴我再拐你一下，我又便宜目数了。我、哦、这都多拐你一下，应该又便宜目数、嗯，便宜一目棋。而黑棋差的这，而且黑棋贴白棋就算实在是差的有点多，顶住打一下，嗯，这打一下这子怎么也不可能有四目棋，对啊，这个子
它有一目棋可能。对，我问一下，这种地方好像显得许家园不够细哦。他是不是觉得吃了已经挺好的了，对，应该我觉很得开心了？把是，人家这五个子冲进来，我都不都把它吃了吗？30秒读秒吧，我觉得白棋就是没有算总账啊，应该觉得吃了正常情况下还可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我们一算总账，发现白棋好像亏了，啊吃亏，亏了，尤吃其了五之个。前的这些手段全部都不见了。哦。像之前当时没有靠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把队友点进去，啊，那现在或是者什不么可能搬了了，点啊，这些都没有了那是不可能存在了。现在对，已经，现在黑棋打了，黑棋打上来啊，接那上，白棋没办法，这劫也不能现开在啊，不能开这劫太重了，提过来角都要死了。啊。对，主要最关键的问题是黑棋抢到了先手，我感觉可能刚才前面说的还有一些，这个手棋太大了，这个棋等于最后一个超级。大厂被黑棋抢，这全盘拿找快20目的棋啊，这一手棋快20目巨大，了，啊，主要还有双方的厚薄，这手棋，那感觉白的有点危险，白白棋的不妙了，超现在长黑棋顶住，黑的顶住，然后，这个地方刚才也说过能顶。对，那白棋这我也没觉得它有什么可收的地方，我觉得好像可收的地方已经不多了，现在这个尖很大，下棋。这边的弯很大，上面的打靶很大，也就剩这三个地方。哦，就这几个都大官司了，这好像这一带定型了之后，这局面就变得明朗了。现在白棋尖，黑棋黑扳棋了一翻下，挡住，黑棋拐掉。拐了，吃掉，然后把这个粘上。这个黑棋倒是简单明了，他肯定看得很清楚。就现在是黑的，是粘的，黑的粘完这确保能打了扳。对，是的。那白的就没什么办法，这我感觉是，瞬间白棋就没有办法了。本来觉得好像还不一定的棋，怎么一下子就急转直下？吃了五个子，然后发现棋对，不有的太时候对你了，把别人都吃了，发现吃了就输，不能吃。棋不能乱吃。白棋尝了一下，考验一下，一起。这个黑的应该只有打，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如果说打这个呢？打这个被一立啊，打这个虽然现在还没事，但是你黑的只能倒在这边啊。你要再爬，那可就那就要出事坏了，了那啊，要拐下去被了。拐下去。挖断，这随便怎么打两下就对，拐回来了。黑的气太紧，不行。这个是白的先手全力打吃。打吃。飞一个，黑棋把这个打掉，打掉，就简明了。现在然后小尖，把中间这个断补住。这好像就收官了是啊，啊，没什么没什么太太大大的。的出入了，已经。哎，白的顶了一个，是对，他顶完了挡这个。吧？我还在想顶一个，难道不怕黑的冲吗？冲了只有连上吧，这不能被断了吧？是的啊，原来黑的冲一下是一个先手亏啊，这样被白棋扳住啊。白棋其实就是想这个让就黑棋想冲让一你下冲一下，你冲一下就帮我把这个断点就补住了。而本身这步冲他可以应该看搬在这儿，对，是这意是应思该扳。本身冲一个和白棋挡一个，它是一步单关啊，只是一些厚薄的出入。所以有些先手不能随便下，对，像这种冲也是，哎，觉得你这顶，我想反击一下，但发现反击完就没棋下了。白棋挡啊，因为黑棋没冲，白棋反而有它的弱点。如果说这棋他单搬在这儿，那么黑棋就搬这个。对，黑棋甚至它保那不留，太会了，对，我又不太它也可以不走会。啊，这下白的挡其实也没什么好走的。那么在这边黑的是不是有依靠呢？
黑棋可以先去是白的鹰手。这靠他一下，这又不下的，好像白棋有点顶不住的感啊。其觉。实我们可以看成黑的通，白的是挡的啊，这个棋形。挡住，然后再一靠。啊，对，这个地方白的这也不棋能形再有一点退，已缺陷。经把木都退掉了。是的，可以靠一对，个。这冲了一靠，啊，白的自身的联络就出现了问题。还挺麻烦。嗯。现在挡住了，那么黑棋就大踏步先跳进来。对，这等于白的这中央基本也没什么目。那怎么办呢？先拐冲吧，嗯。把这个子是不是中央给它切掉？还有点目。这其实打靶也很大，对啊，我就看那个这打靶。打靶一样，实木棋啊，这是一个实木棋的打靶。打拔完了，黑棋搬粘这个，黑的搬粘白的立这边，实木墙啊，是，因为搬粘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有四木棋价值。三白球，棋去哪里了呢？现在？哦，它弯了一下中间，它要把这个子先吃掉，是这意思吗？啊？弯完也没有吃点这是何意？啊，那从这步点可以看，白棋应该是正常说是不够了。对，啊，如果正常说够的话，我就冲一冲或者打拔，我这绝对不会去这点，对。啊，这是有风险的一步棋。如果说黑棋接上，他是打算干什么？接上我白棋跳，哎。哦，跳一个，然后他有个点就好一点，是吧？对，我跳了，你冲下度过，你小尖我有个再扳，搬进去啊，我这个劫材有力，我就要直接拼搬了，进去了。对，我把这个子还要连回来了。哦，是这个意思。啊，但这个点哈，黑棋也不好反击。看了一下，如果黑棋打吃是先对，手，打吃完了，如果黑棋挡住，那么白棋的这个地方冲他就假如说存我在了。断，对，我打吃。接上，啊，我再打吃，啊，这一下就逆转了，被捡这着下了，就对，这下就完了，被捡着了，这人家还是留着长的刀的，在这儿你不能对，随便乱来没那么简单啊，你这啊，个没有那么容易，不要以为我这是送死，是，他是顶打了一下黑棋，那只能粘上啊，这个没有办法。粘住。白棋跳，哎，单虎，对，黑棋这单虎就下得非常老了。对，这不冲一下，我保留直接虎，不给你任何的打劫没机会。错，这个时候黑棋毫无疑问它是穿鞋的了。其实打劫的话，暂时白的应该也不敢开，因为白棋这个劫比较重，挺这一重被的，一提都死了，所以白棋可能也不敢开。但是黑棋我连打劫的机会都不留给你，这个就也是。说明赢了，要守住，对，不能让你有那个翻盘的机会。白棋虎刺一下，接上。虎刺一下，然后拐打了一个，哎，不对，现在是白棋。白棋把这个。把这个贴住，贴住，这贴一个看着好小。他如果走中间的话，冲过来的冲话，黑黑棋棋就会拐一拐下，是吧？啊，那白棋他就辅搬进助来。啊，搬就粘，其实也没看出什么。这走一个好小，因为贴一个，这黑棋断，白棋粘，这大概是围了七目棋。那刚才说过，这手棋打靶是十目。啊，如果算是搬粘的话，这是十一目棋，这个打靶，哦，这个还是啊，这挺是大十一的，目棋，这个挺大的，啊，那这个地方总共白棋也没围几目棋，看着不是很大啊，不如不走。他不走的话，如果说这里不走，被黑棋拐的话，但是拐就虎嘛，虎，就是哦，虎在这儿是对，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吗？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下不起虎，我也有五目棋。啊，你这个子现在也是吊着的。那要不就
如果轮到黑棋下，怎么收才是正确？他端一个，断是先手吗？这样会好一点吗？贴回来，不太怕白棋贴一个，总之肯定不会死，白棋只要不死就没关系。然后他再接住，那我就打了一连，打了再连回来。对，这黑棋应该不会去断掉，连在哪儿了？我就双一个，双一个不这儿还。那这欠一点没关系嘛，因为这个地方其实黑棋已经溃木。哦，像黑棋现在走，如果打吃，我就接上，你又落一个后手。对，你要断我一侯。我是觉得你接下来，我想让你打不着，然后我就唬你一下，你知道但黑棋这么走应该不便宜。哦，好吧。白棋贴啊，但是现在确实，他可能总不够了。对，我觉得白棋好像也不太够了，确实，刚才数的怎么都差一点吧。对，我应该是盘十以上，应该盘十，想收到盘十都很难，白棋。哦，贴一个黑棋怎么收呢？接下来黑棋拐吃左上，拐打了一下，接住。应该是拐打了要搬掉啊，把这个地方要收掉。是的。要不然被白棋打住，这上面都是木，先刺一下中间，接住。哦，啊，刺了。哦，刺了，它是并这个的。哦，这个收的厉害。啊，这一并厉害，确实，这一并对白棋来讲是先手。好像挺麻烦，白棋。那白棋不能脱先，啊，现在。啊，那也就是说，刚才脱先的话，黑这一棋断段了一团，啊，要不出事是断了粘住，要是要出事了。啊，白棋他这步贴，他告诉我们是有必要的，因为他不走会死。他断完了是团在这儿啊，现在回到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对，对吧？哦，原来现在白的双黑的是用靠一下，白的中央就死了，就这个对，就行了，是吧？接上，然后这一断，段就他不死死了吗？啊，这一断点就死了。那白的拐也是一样的，拐黑的这个双是先手，下步又急死。是的，他是已经把这个都先刺掉了，都不给你那个转身的机会。我觉得白的，那白的怎么自己走了一个，还走了一个后手呢？啊，他贴啊，了一这个。贴被，双，这感觉是应该越输越多了。啊，不过下棋往往就是这样，因为。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会去拼命或者想办法制造机会。但这样对手应对了，你就越输越多。越来越远，这棋，对，越下越远。他冲了一下，接住。那可能在思考这个地方白棋应该怎么应吧？假如说他就老实一点粘住，粘住，那黑棋就。黑棋，我好痛我啊！得搬一下，把这个粘住对，就黑棋正常的手法应该是这样，搬，它这个肯定是不能打，对，就这个吧。我就搬，我还是搬一个，弯一下，弯一下可以啊，那就弯吧，弯一下，要不然被待会搬了全爬过去了，就这样吧，算它是这样哈。粘住，那白棋最大的也就是这个了。这个粘回去吗？啊，这输很多了，这已经输很多了，盘面15目。啊，差这么多啊，对，啊！这就输很多了。好意外哦。还真是。如果说白棋现在想逆收这个的话，人家这个半将先手是吧？这个一路点。无所谓，白子这半粘白就粘这儿。白的就等。主要是还是中央这一带的战役，这一带战役这白确棋实损有失点惨重。差的有点多，没想到差这么多了后面。对，因为可以看黑棋上方怎么围了这么大的一块空啊！之前一直觉得给他点了20目，现在这现在40几目了已经，啊，这围的太大了啊！而白的主要是啊，他本身自己后势的话，我们知道他有一些暗木，本身他就有一些潜力，那么他吃掉的全部都是杆子啊，所以说白棋这一带走完应该就不太行。
那么就是说刚才推荐的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谭老师说黑棋靠的时候，首先是应该小尖是吧，这个对，这就是当时靠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小尖一个，感觉白的这小尖还比较容易下出来一些，我觉得可能是败招本局。这个地方当时是这样子，这个接还没有，对，但实际上很多招要下出来其实很难，当时其实谁好我们还需要再仔细判断。这底下也没有，这个都没有，对，打的针也没有，对，这时候是就是感觉特别关键的时候，是的，这时候需要白棋可能比如说上面二路点一直说了很关键，这一带白棋什么时候能动手点进去一旦白棋能点进去，黑棋可能目数就不够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战役。就是他靠压这个的时候，我估计现在白棋他可能不太容易想到这个，对，现在应该不太敢点但他这个二路尖我觉得还是挺容易想到一步棋，至少是很容易下出来的，对，实战的时候比较像人下的，对，是，对，然后这招都不太像人下的，刚才那个靠进去靠进去一般人下不出来，对，或者我之前好像看到什么时候白棋去二路拖也是有可能的，拖这个就总之白棋是在上面一带是想有接应，比如说打个比方，黑棋你里搬，我白棋外搬是先手，那我就点进去了。那你要退的话，其实一个意思，我拖和退我可能眼型底下好了，我还是点进去了。那么你要退在外面，我直接点三三。就打个比方，就算现在拖，当他下出来的时候，就是他这么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觉得好奇但是你要不告诉我们，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想得到的。不，这块棋按我的想法是，人家都已经下了那么多个，你还要在里面，这个你觉得人家这块还不是黑扣，你就觉得有点不讲理啊。对，比如说现在拖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思路，就算可能跟之前场合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拖一个，拖这个我其实黑棋对黑棋来讲也不太好吧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是往这儿走棋的，对，这个拖也是，如果说你走这儿的话，我都比如说我就直接就看不见，那我搬进去，那我就是这一定能杀得掉，我不知道这也不好杀这一爬应该是不太好杀，不是很明确这件事情他正好是有个角的，对，这个有个一路到虎可以活棋是吧，跟角上这个有赌刚才我们俩说的是给大家摆一下我说的可能比较隐晦，所以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黑棋要杀你，他正好有一个一路到虎，对，正常白的这两爬之后如果不是靠着脚上这个特殊性，白棋是死的，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死活题，对，但是由于有了脚上的这个气的特殊性，白的这个虎了一猴，他弯在这儿他就活了局部，对，可能大家看怎么我们俩瞬间就懂了一秒就说了什么他是的，对，可以看邱老师计算非常快，在我一爬的时候邱老师这个就活了基本功很扎实，所以说白棋拖的时候黑棋是有一点难受，我都觉得心里有点不平，愤愤不平，你居然还要往这儿拖，我不把你吃了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白棋，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是有个点，上面有点比如说最强英法黑的退白的一点，那么黑棋如果随时粘三路的话，这个好像就摆在这一打。但其实他这下不怎么亏是吧？对，如果这都是黑的空的话，我这拖一下就是不损的对。那你黑棋，这粘在这儿被一冲，我一搬被一搬。假如说断了，冲吃。冲。哇吃。这一下就可以看出拖明显有用，现在明显有用，明显有用。所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当你快棋的话能下出这种棋，我想说太强了这种棋如果是在30秒一步能下出来的话实在是太厉害但是
今天这样的棋形，大家看了之后，我觉得就对这种地方会有所敏感，以后看到这样的棋就不会那么吃惊了。对，有所启发。对，可能有时候会往这儿想一想。对。那只要你能往这儿想了，那今天就有收获了。是的啊，因为一般根本就不会往这儿想的。尤其是你靠的时候，这种靠一个我拖一个，你往这儿拖，你不是滑标了吗？好吧，那这盘棋呢，最后结果呢，就是执黑的龚子豪是中盘胜了许家元。嗯，有一些赛后的采访啊，我们去看一下。好的，可以说今天这盘棋吧。今天这盘棋，因为那个我还没有就是仔细的看这个决议的变化图，还有这些研究，就是如果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开始应该跑出来之后应该还不错，但是就是在那个在就是联络过程中处理的地方遇到了一些就是判断不清的，所以说当时那个地方确实觉得有可能亏了，但是实际上后来看我就是连回确实是亏了。然后但是后面我是觉得他中间两步下的稍微有点缓，然后那个右上角的时候他可能有更好的下法，因为实战我当时就是想断的话，他如果打出来我弃子，他目数应该是不够。那你对于陈波这次这两盘棋整体表现做评价满意？这两盘棋因为毕竟都赢了，所以肯定是可以说是满意，但是也就是这两盘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也说明就是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再去加强，就是去努力。所以说，希望能够好好去补强自己的短板在未来。今天是一个天元旦是冠军。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底就两个人，整体满意。我觉得就是能拿到冠军肯定是满意，但是。就是总体来说在国际比赛确实是表现非常不理想，所以说希望在未来的国际比赛上能够下出好棋。奖金五，后边有六个零。哦，好。刚才龚子豪还是表示自己，好像对自己这个发挥不是很满意。他就说，他说右上角白棋可能有更好一些的下法。但我觉得其实他下的也挺好的，我觉得。对，总体来说其实下的就是没什么。就是很有毛病的棋，至少对他这一代他就说好像下完了他不一定好。看来他对于形势是很清楚的。对，就是判断形势嘛，这就是棋手。像他这种挤下出来的话，他也是给包括我们看棋的包括给对手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冲过来，我判断的是我优势，我要不优势的话我不会这么下。对我就在想，如果这说这棋白棋换成龚子豪，他会不会下出这种二路拖的下法？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去实战那么吃，因为白的那么下，感觉是一直是被黑棋牵制着走棋，像黑棋这种靠，他最容易想到就是白棋搬。这个搬是第一感是搬，那么基本上你一直落入对手的圈套，对手的预想图，你是不太会特别优势的。不，我觉得龚子豪总体来说对于整个棋局的这个进程啊，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对，他什么地方可能下的还不够，这个地方可能几个有点亏了。还有这个地方白棋有更好的下法，以及他就白棋实战的下法，他一眼就知道他不行，他弃了。即使刚才谭老师说这个四目你怎么不弯呢？即使这个四目他拿了，可能也还是要拆。对，是的。确实。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龚子豪还是很厉害的。虽然他刚才还表示对自己今年这个国际大赛上的表现还不够满意，希望自己能在国际大赛上有好的表现。但是今天这棋呢，不管怎么说，他赢的还算比较顺利吧？是的，是的。虽然有一度棋还比较接近，但是他也没有明显劣势的时候。对。而且呢，昨天吧，我刚刚看到他的等级分目前是已经跃居第二了，超过杨鼎新了。跟柯洁也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期待这龚子豪在接下去的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也有出色的表现吧。不管怎么说，
那今天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大家刚才也看到那个颁奖仪式了啊、哦。对，谷子豪是取得了这个阿含铜山杯中日冠军对抗赛的冠军，也就其实就赢了许家园。对啊、哦，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看起来谷子豪的棋也是日渐成熟，而且日趋稳定。哦、对，除了会。进攻杀棋还会治孤是吗？他其实他对于形势是心里是很清楚的，不是说他只会闷头一门心思。大家看完前天的棋，觉得他好像哇，这么残暴，这么暴力，就是一门心思就只会吃人家的那种，不是这样子的。对，谷子豪近几年应该已经不是说特别以、嗯、啊每盘杀掉对方那种，因为我跟他下的还是算比较多的。哦，是吧？对，你对他还比较了解，对，是的。嗯，而且我觉得他的会计成绩也比较出色，确实、嗯、是的。那除了之前拿过一次三星杯的冠军以外，期待他在曼棋的世界大赛上也有出色的发挥吧。嗯，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